世纪大道，哎，我们三兄弟很久没有给大家录家庭小游戏了，今天怎么说？哎，今天不仅有我们三兄弟，还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，兔八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兔八哥，我现在在石原大支持，很高兴啊，来到了这三个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这拍什么呢？拍什么呢？问我吧。啊，今天拍一个跟你画我猜非常相近的游戏，就是争分夺秒。哇，听上去就很无聊啊。确实。那规则是什么呢？啊，规则啊就是拿钱嘛。三人轮流作画，第一人根据词用20秒作画，第二人根据画用10秒复刻，第三人用5秒重复操作。猜题者从第三幅画依次猜题，第一次答对得3分，第二次答对得2分，第三次答对得1分，答错0分，分数最高将获得丰厚大奖哦。这个不是很难啊，要素抓住就行啊。好，开始。啊，对，多画点要素。哇哦，啊，这是个人，他的衣服嘛。好，找到了。狮子不行，你就挨个字画。啊。这是。时间到了。完了。啊，懂了，啊，好，完全掌握，啊，我懂了，他懂了，哎，牛，我不一定懂啊。3、2、1，哎，不是，鸡哥，你给道爷画点，道爷能看懂吗？好，完全，哇，太像了，完全一致。这是个啥？道爷，你有5秒钟时间，5秒钟，3、2、1，开。道爷，你这咋不叫了呢？这不。他在用功哦，高啊啊，放上了，开始猜吧。你要是猜不出，我给你点提示，怎么样？无敌，不是，我先看，我先看看，我先走吧。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，艺术就跟奥运有关，是个体育项目，开诺夫来的。哎，这个是全是球，台球。嘿，今天有个河，我看出来了，不一定。单人乒乓球，看我这个，这总看得出来吧？哎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看出来了？哦，对，啊，那个跳马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哎，猜到了，这个河是啥意思？搁河里跳马？这是跳马那个马，啊，那上面为啥有个河呀？这是他腿呀，腿呀，一字马是吧？对，还提示你一只脚出界了，明白了，看我1:1复刻的，这东西有点难，哇，又难画，3、2、1，开始，哦哟，哇，这么萌的吗？哦，萌，提取关键词。我先给点二试试。不是，看来是个动漫。哦，不是，狮子，没事就搁家瞎猜。你确定我能画出来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你加油，先消化一下。我酝酿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关键笔画。来，3、2、1，10秒开始。啊，直接到啊，什么无敌，这萌，这什么情况？3、2、1，5秒计时。谁知道，哎呦，等会儿先落款，贝多芬不是西南先拿走吧。不是好了吧，我已经看到了啥玩意儿。这什么萌不萌？这个动漫人物是吧？不是，还不是动漫人物。随便猜一个吧。兔儿哥，哎，对比一下。哦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。哦，这有看点了，确实是鲁迅吗？是，这就是胡子，你怎么戴的这个嘴巴？而且他是光头，你怎么跟戴了个浴巾一样的？第一棒，哎，他第一棒，我猜个毛啊！无敌，想想我的想象力，无敌，我气了啊！你别气了，走了啊！3、2、1，走啊！好棒啊！我没压力的呀。西瓜，看到，明白了。哎呦，兔八哥明白了，10秒就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这我先看明白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这个东西，哦，这样。啊，石头啊，哎呦，放在 DNA 里面了，我的天！3、2、1，开始。
画了个什么？哎呀，少了个人，少了个人啊！少了个人，不好意思，少画一个人，脑子知道手不快。这是个运动吗？这不能当运动。你看这个人，他去这个，然后发现这个，哎，有这个，你应该每天都在看的。这个人每天都在看的。我没有吃，我脑子里没有吃。那就打篮球。那看明白吗？哦，再结合我这个，你看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是最近一个火的鬼畜的素材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，那你形容一下嘛？两个人去买瓜，然后还被捅了一刀，那个是叫啥呢？某某买瓜了，怎么办嘛？其实猜出来了，公布一下正确答案，叫硫磺茶买瓜。兔八哥齐白石第一棒啊！那这个好猜了呀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三个大神在这里，石库小霸王，开玩笑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为什么永远开始是一个圆？啊，是个圆，嗯。这也太简单了，这也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我画这个只要五秒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要这个圆。哎呀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这么简单？对。他不会是吃素的狮子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画这个只要一秒钟。啊，来来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呜呜呜呜。好。那不就是吃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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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他妈怎么猜到的？照照的猜到了。哎，都不合理啊！里面是吧？哎，你甚至没画他已经猜到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四轮就玩好了啊！最后啊，道爷三分啊，我和兔八哥各一分，你零分啊，公平啊！游戏的 king， 那我就来公布一下神秘大礼啊！神秘大礼就是在四小鸡家白吃白喝一个月，哇！哎，那我不是本来就白吃白喝？哎呀，可以，哎呀，礼物太遗憾了，没拿着啊！OK， 那我们本期笔记先到这里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啥大拇指给我们数字三连。我们四亿大道，还有我们兔八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